我的制作团队说要给我意外惊喜哦，结果一上车哦，他们直接把我带来柔佛新山呐。当我沾上这个瓜一起吃的时候呢，配合起来真的是天衣无缝，它的甜酸。 还有咸味呢，全部都很到家。你先吃它的这个酱汁，它是有一种椰浆的香味在里面。每逢星期天傍晚6:30，货架开餐喽！